chỗ rồi. Hào sư gì đó. Justin， 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哎哎哎！我被杀了，我被杀了！尊老先尊老吗？你说谁老？东西南北四条街，打听打听谁更强一些。我们呀，就要把他们干败。经过了今天，我相信你们以后会哀求我们。动用各种可能的资源干掉你们。你若折我翅膀，我定毁你天堂。你天堂？我不懂哎，这小孩儿这吵，好吵啊！关机。代沟存在是肯定存在着的，何必故意给他填上呢？你们虽然小，比我们小，但是我们一定会尊重，因为我们也是从你们这个阶段慢慢成长和经历过来的。当否认你们的时候，瞧不起你们的时候，就是瞧不起我们自己。把我们80后、90后、00后，召集在一起玩一些当年小的时候玩的一些游戏。我们弟弟们其实就特别开心跟哥哥一块玩的，一下让我返老还童啊！这节目设计的好，可好玩。早上好。啊，确定吗？就是这里吗？这里有人拍照吗？拍照片的人也没有，也没有，照片都不给拍。好吧，坚强地支撑下去。今天听说节目组通知的是所有哥哥们9点要准时到达这个现场，也就是说到9点半钟，迟到的他就自动出局了。今天到底谁会第一个到达现场，然后谁会在9点半不会出现？哇，请面向前方，摆出一个你最帅气的 pose。可以，躺好。这是拍立得呀，就是。谢谢。人在哪里啊？这里在哪里？按红毯方向走。欢迎的人没有吗？欢迎的人没有吗？鼓掌，鼓掌，欢迎的呢。欢迎蔡老师。欢迎，热烈欢迎。这个是他送祝福，一如此，对对对。你想吗？再换一个。等我，一二三啊，一二三，一二三。等一下，甩一下，就会出来了。那边，这最老。啊，龙哥！哇！奇龙来了，奇龙来了，哇，好开心见到你，好久不见，好久不见。来，很好。又谁来了？
电影来了。早上好，早上好。哇，我的双胞胎哥哥来了。佳琪，波儿来了。哟，果然元气满满的。都到了，东东，你提着个什么？你手上拎着什么东西就来了？早餐。早饭。对。你这相机根本就没拍过啊！不是你这个拍立得，然后根本就没按说让我摆那么多 pose， 然后拍了一张，每个人都觉得这个是在骗你。哎，你站这边，站这边。啊，你们是年纪不一样的那一组是吗？年纪不一样的那一组是吗？怎么叫年纪不一样的那对？我们年纪不是都一样吗？你努努力可以进我们这组。好，现在我们的时间是9:02，所以记者会是可以迟到的吗？哇！我们到齐了。你拍几张？拍了一张。欢迎杨洋，欢迎。杨哥，龙哥，厉害。好，我知道了。Hello。杨洋，我们昨天呢接到的通知是9点就位。现在几点？现在已经九点二十分钟，也就是说，在这个整个的队伍中，你是最晚的。现在目前是最晚的。军哥呢？他不是，他们那边两位不来了，今天。为什么？他们有事情。他们中午那一趴才出现。就是我们整个队里面就只有你最晚，然后更可怕的是三位哥哥早上6点就来了。啊，对不起哥哥。啊，真的不好意思哥哥。对不起哥哥们，我们以后不会了，我们再也不这样，我们再也不会这样。你看这原界森林终于来了这个小白羊。我们今天的极限是9点半，如果你们9点半没到好，我们就真的不等了。那完了呀，现在5-3了呀，现在。那我们不好意思，让你们对。不好意思，你们都已经道歉了。另外那两个哥哥跟大家道歉了。大家今天的体力会不会都耗费在这儿？哎呀，车来了，车来了。王耀庆老师，欢迎。为什么庆哥可以气质拿捏的那么好？热烈欢迎王耀庆老师来到我们的拍照区。哎，随意的摆几个动作，请摆出你帅气的 pose。如果你再晚3分钟，你今天就会被自动淘汰。好险！你要不要跟大家解释一下，就是为什么？对我对于这个超出了9点这个约定时间这件事情，感到非常的抱歉。对不起大家。请接受我这个诚挚的道歉。好的，我们最后倒数10秒，没有出现的那一位，我们就真的不等了。对，再等一会儿，后面还有一个车吗？我看看。真的没有办法了。从常驻，这一下变飞行了。它是一个不一样的存在。10, 9, 8, 7, 6, 5。慢一点。3, 2, 3。哇，好想听蔡国庆老师唱一首歌。不要拖延时间。中了这首比赛规则，蔡老师请回来。等等，
333333。今儿哥去哪儿了？333333。蔡老师也退出了比赛。蔡老师，你要退赛吗？蔡老师，蔡老师，你现在不回来你就退赛了。你现在不回来你就退赛了，你要就位了。麦都不要了。那我们现在就准时开场。零糖零脂零卡就喝元气森林苏打气泡水。大家好，这里是由元气森林苏打气泡水独家冠名的代际互动观察类游戏综艺《元气满满的哥哥》，欢迎大家！各位哥哥们，现在就跟我去观察室来看一看吧，出发！真的走了？真的走了，真的走了，真的没在开玩笑的。找一个人吗？我们从开始就礼让他们了，是吧？所以现在军哥已经降级为飞行，他有可能都不会出现，飞行都可能当不了。其实会不会一开始就没有签合同？哦，没有，只是用他来招商的。他叫 PPT 艺人。PPT 艺人。走了，走了，走了。军哥，早上好。早上好。发布会已经开始了。啊，开始呗，没事，挺好的。军哥，我们一天的行程开始了。怎么跟打仗似的？这打仗打了我泄了半天的血，你这个，天哪，我怎么那么容易就答应了呢？后悔不了了哈。不能不能，是吗？我问问您，对其他九位哥哥有了解吗？没什么了解，除了王耀庆，王耀庆，王耀庆合作过，其他的人我想想啊，都没有。王鹤棣，不知道。王彦，王彦霖，对，王彦玲，林，男的女的？那个湖南台那个主持叫什么家？反正是个家子吧。反正是个家子吧。嗯。杨洋。是游泳那个吗？游泳那个是孙杨。哦，孙杨，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孙杨，对不起，对不起。从小记人名记得就不行，我 只记长相，是不是特丢人哈？哎，算了，到那儿都互相介绍一下。哥哥们，弟弟们，这个就是我们的观察室，座位大家可以自行安排。我想问一下，现在这个座位排序有什么说法吗？这个很明显就是以那个着装的隆重程度来排的。生活，嘉哥，我们俩能换一个位置吗？为什么？就是我跟几个哥哥们一块儿，我们就是商务天团了。以岁数来排的。哎，所以知道这个节目我们这边有多德高望重了。我们的队长头去哪儿了？正常到这个时候还没有出现，一般都是合同的问题。Cool， 怎么那么冷清啊？哪儿签字？哦。然后呢？啊，来吧。全都在里面吗？姐，先起出来一张。好，可以了。然后呢？我干嘛去？他们都走了。他们都走了。九点开始，九点半结束，然后说现在已经结束了。太好了，然后呢？好，走了。军哥，你一个人没事，你还挺高兴。多清静啊！我的，还进不去门了。
不熟，他们说我什么呀？远吗？不远，你走吧。啊。又加分了，又加分了。哎，我觉得现场的气场已经不太一样了。军哥好，军哥好，军哥好。军哥来了，军哥来了，大哥气场，大哥气场。资方来了，资方来了。欢迎胡军老师。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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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哎，军哥，你好，你好。你来了我就放心。没有没有没有。军哥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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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哥好，杨洋。你叫什么？杨洋，杨洋，哦，杨洋，杨哥好，杨哥，哎，徐东，你好，燕林，弟弟，小贾，哎，小贾，你好，你们放心，从第一期开始到第十期，他会一直问你们一样的问题。大哥就是大哥。刚才我们这个简单的互相了解了，接下来我们就通过一个游戏更进一步的了解。这个游戏玩法非常的简单，只要有一个人站在中间，其他的人围着这个人转，然后你有问题你就可以向中间这个人发问。好吓人的游戏。好，这样吧，我先站在中间，然后如果谁对我有问题可以随便问，没关系。你胆子这么大吗？随便问，越狠越好。来，各位哥哥们跑动起来，跑起来，跑起来！啊，有问题，军哥有问题啊！你谈过几个男朋友？你谈过几个男朋友？别这样，越狠越来嘛，是不是？他说的，你看他这哆嗦他。这个环节是把主持人搞走的。好了好了，就这样了，我不是主角，来，那个我们换人，换人，换人，换人。耀庆哥来请，有请。好嘞，好嘞，好嘞。好，来继续。我来问，我来问。好，杨洋。您那个乘风破浪的姐姐最喜欢谁？万茜。我的在眼里没有你的存在。我人都在这儿呢，我人，我人都在这儿呢。你还没被淘汰啊？我没有。哦，再一次，再一次，对不起，你再问，再问。哦，我再问一次，乘风破浪的姐姐，你最喜欢谁？万茜，万茜。问的差不多了，我可以指定下一个。可以。点他们队队长嘛？好。好吧，杨洋。来来来来。友好点，友好点。啊！问题停。你今年多大？交过女朋友没有？我今年28。啊，交过几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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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应该是问黄明昊的吧？好的，大家辛苦了。刚才通过这个简单的小游戏，其实是让大家放松一下，然后增进一下感情。那么在接下来的3个月中，会分为元气大哥队和我们元气小哥队。今天呢，我们节目的第一站是长沙。长沙是一个幸福感、元气感非常足的城市，因为长沙连续12年被评为了最具幸福感的城市。长沙人呢，对这个幸福感有一个很特别的词，叫韵味。所以我们今天要带大家体验一下韵味长沙是什么样子的。出发之前，每个人的身后有一个元气加油包。哦，有一套衣服，这就是我们的战服战袍。两个队长仔细看看你们的盒子里是不是有一个特殊的东西。哦，这个就是队长的标志。杨洋，有人不听话你会怎么样？大家会不听话吗？不会，很听话的。好不好喝？好喝。这个东西是我最爱喝的元气森林苏打气泡水，零糖、零脂、零卡，就是夏天喝也不会担心，喝它完全没有负担，对，特别健康。对，一段非常完美的植入。元气森林苏打气泡水也会陪伴哥哥在整季，给哥哥们助力加油，好不好？好。元气哥哥，满满元气。元气满满的哥哥
提醒您稍后看点。微笑走。哎，那不算，那不算，你拍你自己的。我可以摆，我可以摆。还摆，他还摆。整个的过程是军哥说规则，军哥玩，军哥赢了。元气满满的哥哥，官方合作伙伴雅迪，雅迪更高端的电动车。元气森林苏打气泡水，元气满满的哥哥，待会儿见。元气森林苏打气泡水，元气满满的哥哥，现在继续。这里是由元气森林苏打气泡水冠名播出的《元气满满的哥哥》，零糖零脂零卡，就喝元气森林苏打气泡水。元气满满的哥哥，官方合作伙伴雅迪，雅迪更高端的电动车。健身来一口，好喝爽口无负担。我最爱的元气森林苏打气泡水，零糖零脂零卡，而且特别适合抗糖人群。元气森林苏打气泡水，零糖零脂零卡，推荐给大家。我身后呢，就是湖南省首个多功能大型综合的体育广场，叫湖南省人民体育场。在这里呢，我们首先会进行一个启动仪式。这个启动仪式的暗号呢，就要靠各自来想。我们的规则是，说不定谁的暗号就是对的啊！暗号的全靠蒙，全靠蒙。我想到的是韵味长沙。韵味长沙是不是我们今天的启动暗号？不是，很显然。还有没有谁？这儿。好。预备起。这么简单吗？这么简单。我们这儿全部按照这元气满满的。对，肯定跟这有关系。来来来，军哥你大声的喊，预备起，看看会不会。预备起。很简单，不是？过于简单。旺是。旺是啊，预备起，看。军哥启动了。哎呦，真的，你看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真启动了！哇，我真的，我真的，他启动了什么？啊、说了什么？得，你在起。哦，元气，哇！真中了！接下来我们今天的正式比拼就开始了。第一个项目叫做急速救援，大家请看身后的管道，它全长有100米，里面是用特效布置的火线，火线燃烧的速度是14.9秒。14.9秒的时间是怎么来的？这个是大学生100米的体能测试的速度，两个组全员参加，每个组都要进行20米的接力。但是每个人都要参加吧？我们是全员啊，但两个人跑，三个人加油。我们的顺序要石头剪刀布，队长来。好，来来背着背啊，背着背吧。这样对了。来，石头剪刀布，布。哎，赢了，赢了，我赢了，赢了。谁？我赢了？不是，你要看他。我赢了。你赢个什么？接下来，请弟弟队做好准备。你知道我们弟弟没有我们站在那说，你转过来看我啊，看我，哥看我，哥你看我手，看我手，你看我手，剪刀布。
刀布。哎，赢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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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头剪刀布。然后弟弟举的是这个。没事，哥，我们先帮你们掏掏布。对，打个样，看看有没有雷，有没有雷啊？准备好了吗 ？OK， 来吧！来来来，报个数，报数，一，报个数，二，三，五。各就各位。3、2、1，开始。跑过，他来的有点突然，是不是？你开始是不是慢了？对，他来的有点突然，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唱。好的，那么现在哥哥队，请准备。哥哥们，一定要注意安全啊！要注意好那腰啊、腿啊，对，注意身体啊，腰啊、腿啊，一定要保护好自己。什么？耳背，现在耳背。老婆孩子还在家里等你们呢。什么？要为家里的老婆孩子们着想。还好我们都已经有过了，你们呢？扎心了。你看一句话给他们噎那儿了吧。哥哥们，各就各位。3、2、1，跑。好准时啊。但是我觉得我的体力还不错。我们看到这个，其实有一位消防员一直在为我们进行保驾护航。我们现在先用热烈的掌声把他请出来，好不好？欢迎！来来来，中间请。大家好，我来自长沙市消防救援支队开福区大队五家岭消防站的一名消防员王子祥。正如大家所见，刚才火焰燃烧的速度达到6.7米每秒，如果不加以控制，40秒内浓烟将会充满一栋5层楼高的建筑。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注意用火安全。将其消灭在萌芽之中。谢谢你，辛苦，谢谢。谢谢。下一个游戏，哥哥们不要气馁，我觉得你们有绝对的优势。我们从来没有气馁过。对，下一轮这个游戏有一个关键词，叫童年的记忆。就是拍洋画。下一轮大家听好，每队队内各派出2名队员，其余的人回观察室，现在队内商讨一下，
商讨一下哈，反正你们俩是，我们没玩过，那就咱俩，那就咱俩玩吧，行，没问题，好。我玩过，林林兄玩过，肯定参加、啊。然后呢，下一个，我没怎么玩过，但我试过。不是，就你跟燕玲吧，他不太靠谱。我们回，我也觉得，怎么就决定这么快就做了吗？到了。一会儿我们比赛，他们在那个观察室能看见你们，你们可以隔空跟他们喊话。哦，他们回观察室了。对，他们会给你们加油的那种。我觉得开洋画那挺好玩的，我们四五岁的时候开始玩这个。对对对，幼儿园。过去我们是拍烟盒，对，把烟盒叠成三角，嗯，然后这个角拍过去，那个角拍过，这个角拍过去，还是从后屁股拍，都是有讲究的。啊，拍那个，就是你们拍画，拍画。你看你这，你们是这么拍，我们只能用一只手。这样吗？对，所以手得这么样。不一定，只要能拍出来就。然后还有喷，你知道什么叫喷吗？喷不知道，趴在地上，那个实在是没有缝隙了，用那气把那个东西啪翻过来。我觉得对我们俩可能有点难。我觉得他们应该玩的机会会比较多。那时候我们真没什么玩具，多少年了？五十多年了。五十年没玩了，这有点。行不行？这也不行，这一下这气势这一块瞬间垮。这节目设计的好，一下又完，我又回了五六岁了，一环给我整个给我推回去五十年。我们现在所在的这条街呢，叫都正街，这里保留了非常非常原始的长沙的风情，可以说是一个旅游胜地啊，非常著名。那么首先我们话不多说，上洋画。哎，你们这洋画怎么那么小呢？这个好软呢。对呀、啊，应该是那种硬的。硬的呀，这你怎么拍啊？还不够风大呢。这是90后的洋画。90后玩这个，我不信。那你要不要尝试一下？哎，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对，你们的规则是什么呢？拍的越多，谁就赢。这样，咱们分一下好不好？你给我数一下，一人一对，一张一张的发，一，哎不，我就给我吧，你给他再给他，二，来，三，四，一定要左右给吗？不能一起给。六，七，八，九，九，再给他，好，行，一人9张画。一到熟悉的游戏了，你看军哥，马上就热情洋溢了，你看。然后，来。我出一张，你出一张，是吧？好，咱俩一块拍。比如说我拍过去了，你这画你没戏了，你拍一下没过去，我接着拍。如果拍过了，我就把这画我就赢了。同意吗？这个规则？行，我们先试试。试一下啊，试试。来，咱们一块拍，来，一块拍。啊不，那这样啊不，那这样。这样，胡军哥，你不能每一句都在改变规则，你要尊重一下我们的游戏。好，你先拍你自己的。悠着点，别受伤啊，别受伤啊。没事，悠着点啊，悠着点。小心石头裂了啊！哎呦！哎，那不算，你拍你自己的。不是，我们这样吧，我们只要能拍翻过来一个就算。那不行，你拍你自己，你没拍过去吧？是吧？我拍我自己的啊，这样哈，我过去了，我 OK 了，没过去吧？是不是？我可以摆，他还摆，你看我也过去了，这张我赢了。对了，你再出一张，我再出一张，等于是我赢了一张，多了一张。哥哥们为什么好胜心这么强？都已经这么厉害了，厉害那么多了，还要赢这个？刚刚比腿长的时候，你们也没把腿锯下来呀，是吧？我觉得拍自己的没问题啊，但是同时摆了两张牌，对不对？啊，只要有一张牌，反正翻过来，那也属于自己拍的呗。那不行，那就没有那个什么了，没有这个两队之分了，没有两队之分了。对，我你就必须拍你那个，我拍我的。对，哎，这样你先出你自己的一张牌，你拍，你没拍过，是吧？
我在出我自己的人牌，如果我没拍过，那你重来。对对对，我再重来，没错。如果我把自己这张牌拍过了，我就有权利拍你这张牌。好，拍完这张牌，我拍过了，我就收了，你就拿走。对，没问题。我发现了，我们这节目游戏规则是军儿哥定。这个也可以吗？不行的，没有。所以他说玩输赢是其次，但是规矩要先说说清楚。他必须把这个传承教好了。我先来吧。你先，你随你。我先来。来来来，元气满满啊！用得着吗？拍张纸儿。演播厅也在给你们加油呢，演播厅的朋友们，加油！军哥，加油！军哥，我们的气势也不能弱呀！杨哥，加油！加油！当降龙十八掌，遇上龙抬头，谁会更胜一筹？是时候展现真正实力了。比如。这石头要裂呀，看你这样，这咔的一下子，哎呀，上了、啊！哎，没拍过，翻过了，翻过了，你看，又扣回去了，你看，翻过了，他翻了两圈，这一局我们就保第二，争第一就行了。看我的啊！哎呦！哎呦！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拍过，你接着拍。哎呀！你接着拍，别动，别动，不能动，不能动。他这是在缝儿。对，他是在缝里。你接着拍，不能拿回来了，哎，不能拿回来了。不能摆吗？不能摆，不可以，不能摆，不能摆。这么严格？对，小时候就这么玩的。小时候就这么玩的。小时候这么玩的。他说小时候就这么玩的，你们的小时候只有你们说了算，我们没法说。啊，确实以前这么玩的，来看一下。哎呀，看好了啊！没戏，没戏，你看我就知道。你干嘛呢你？你看你拍巴掌。看我的啊，看我的啊，我这样，我这样。这个没问题，来了。看着啊。嘿，过了，过了，过了吧？了我们拿走了。哎，过了。完了，完了，完了。拍他这个，来。来，看我的啊。赢了！瞅瞅这金沙铁掌，哎呦，没有悬念了，哎，毫无悬念。整个的过程是军哥说规则，军哥玩，军哥赢了。就是你想想看，所有人围在那边，军哥一个人样子，他赢了，哎，嗨，啊，你看，好，这边。哎呀，走了，杨洋一头雾水，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碾压性的获胜。军哥的手是不是拍水泥地都不痛的？你知道练过降龙十八掌什么感觉吗？你知道降龙十八掌就是军哥的招吗？真的假的？他演的乔帮主就是乔峰，就那，这真的是他那个人就是用降龙十八掌的，他估计练过，以前用手炒板栗啊什么的练过。咱们才一招，没事，咱们还有呢。来第二组，练林对蔡老师。好。我们那手不受伤了吗？我受伤也没事，你换左手。啊、轻伤，哎不，别换左手，不，这换左手它不好使劲。不是我怕你手疼。没事，拍出血来都没事。来。哎！就被你了，不是这地方有蚂蚁，我发现了。庆哥他不杀生啊！来来，你看着没戏，你一看就没戏。点一下，哎去！你看，哎去！哎，吐我们在干什么呀？你们，你是不是卧底？我不是。哎，你别动，你别动，你不能动，不能。该我了吧？你们可以喷啊！你直接喷了，你这个身份要喷吗？没问题，为了赢。啥名誉啊地位啊都不要了。
快点啊！敢相信他们躺在大街上面现在？看啊，不能吹啊，就是必须得出喷的一声，就喷的这个音。对对。好了。杨洋，杨洋，杨洋来了，杨洋来了，杨洋，杨洋。哎，怎么动了？没，我没喷啊。那你这鼻子也不能乱吹气儿，呼吸啊。喷是吧？啊。你这叫喷吗？你这是呸！算了算了，我跟你说，我不是我这个角度好了，我这个角度好了，看着啊，二三，有了、哦、一，哇塞，洋画王啊！哎，别别，我没吹气，我是那个我这个气息是，哎呀，好，那你来，跟你我来。喷儿，这已经留下大气口了，给你。喷儿啊！你让开，你让开。你让开，让你让开。我让。喷儿，喷儿，喷儿。该我了。来，洋画王来了，洋画王。看着啊。有了，有了，有了，行了。那没办法了，这个真没办法了。赢了耶，赢了，耶、yeah ！非常轻松、这个，没有悬念。这是童子功。童子功。童子功谁不会呀？对呀，对对对。然后我们这轮恭喜大哥哥队。谢谢，恭喜恭喜恭喜。好，我们先上车。哎，这东西比想象中的累哎。对，看着挺轻松。我觉得拍洋画那也挺好玩。那一趴太好笑了。太好玩了。还有那个玩那个抽陀螺那个我也特喜欢。抽陀螺那种几个小男孩一起抽，这陀螺搭起来之后，我抽不动了，快你上接着，啪啪啪啪，永远不要让它倒，永远让它转，在接力。完了玩那个空竹，那都爷爷教的。空竹呢有单空、双空。这个两边的是双的，还有一个是像一个那个锥子似的，就是这边有这边没有，那是最难玩的。不过说句实话啊，如果那时候有手机的话，像我们这半大点孩子也就玩手机去了。这咱们说实话，咱们说公平点，别说你们现在怎么怎么着，或者现在的孩子怎么着，那没办法呀。那时候我们物资缺乏，可不都自己玩吗？自己跟自己玩，是吧？就感觉确实我们童年和就是哥哥们的还是，但我觉得他们那个时候应该更快乐。对，因为我们是哎呦哎呀，第一天就把老姚弄成这样。耶、yeah, 队长哎厉害耶、yeah, 漂亮，在我们心里你们是最棒的。鉴于现在我们已经到了赛点了，是1-1了。首先，我们邀请两位队长拍下按钮，也就是代表你们今天的元气值，每队一分。来，请。一、二、三。元气满满的哥哥提醒您稍后看点。有请我们三个帮强团：江真宇、江真宇、江真宇。咱们抓紧时间反杀。咣咣咣！拍后背，把他们元气都给拍出来！快，快！王彦霖，站住！高大一个！别录我，别录我！哎哎，别录我！完了，到了！元气满满的哥哥，官方合作伙伴雅迪，雅迪更高端的电动车，元气森林苏打气泡水，元气满满的哥哥，待会儿见。
元气森林苏打气泡水，元气满满的哥哥现在继续。这里是由元气森林苏打气泡水冠名播出的元气满满的哥哥，零糖零脂零卡，就喝元气森林苏打气泡水。元气满满的哥哥指定全系厨电，华帝，华帝厨电，全系专业，时尚不凡。回来了，回来了。哎，这边有热的，先吃点东西吧。你们看过那个住宿的环境了没有？就两个地方可以选而已。你们先吃，吃完之后可以去看看。再说，鱿鱼串，吃热，挑热的吃，挑热的吃，挑热的吃。元气满满。来，我现在给大家公布一下比赛规则，请大家听好。这一次的捉迷藏，我们玩法是变装，躲藏方有五位元气哥哥和三位元气帮藏团组成，也就是说有八个人在藏。如果躲藏者被寻找方拍照并喊出名字，就立刻出局。拍照，那这对胡军哥不太公平啊。为什么？我叫什么名字？什么呀？这你不能这么说，不然他们晚上就回去背名字去了。也是哈。所以你们需要商量的是，你们到底要攻还是守？我说一个坦白的，如果真的要找，会非常辛苦。工真的有点难，因为很难，它真的大，而且真的房间多。你想看，他们只要分散每个人待一个房间，你都不见得找得全。坦白说，躲比较合理。没事儿，你们哥哥们选什么，我们就剩下。对，哥哥你们选什么，我们都可以，我们都接着。藏吧。藏？我觉得猪比较有挑战性，我选猪。我也选择猪。攻，那就攻。大哥哥队是攻方，小哥哥队是守方。守方。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我们三个帮藏团隆重登场，欢迎欢迎。太棒了。Hello。他们三个名字我们也得记吗？对，当然要记。李宝，老师好。拍了再说。我们先拍，我们得认。能不能拍照？答应我。不行不行，我们有经纪人的，我们靠眼力记住啊。那个刚刚这位朋友，那个军哥啊，那个不好意思，把照片删一下。不是，我先问问导演组，能不能拍照，让我们为了记得下来吗？我们公司艺人不方便拍照。对。哎，是这样啊，我们先请三位帮藏团的朋友们给我们做一下自我介绍，然后攻方的五位哥哥一定要认真听好。好，哥，看清楚了。我叫王仁野。什么？王仁野。野子。哎，哥哥们听懂了吗？没有啊，可以，好，过下一位。你叫什么？我叫王晨毅。王晨毅。对，早晨的艺术的艺。对。有一个好记的方法，就是我的名字。没有。对，哥哥他们。不用太好。王晨毅是吧？对。记性很好。来，你说。各位哥哥们好，我叫江真宇，叫我江江就好了。江江是吧？江江就可以吗？对。Hello， 大家好，我是钱正浩。钱真好，挣的钱真好，就这么想。你说钱真好，钱正浩，江真宇，对吧？然后是王晨毅，对。哥哥团们 ，OK 了吗？记住长相和名字了吗？记住了，真的。欢迎啊！钱正浩。那小哥哥队现在跟我去明天捉迷藏的地点去看景。帮藏团的朋友们一起去商量你们的战术，好不好？好的。对，辛苦了。好的，你们赶紧休息，赶紧休息，辛苦。哥哥们晚安，加油，辛苦了，明天见。
上微博参与话题页哥哥元气榜互动，为哥哥们助力元气值，解锁惊喜福利。现在我们所在的地方呢，是长沙一个非常著名的网红美食打卡地，叫超级文和友。这里面呢一共有六层，它有20000多平方米。那平时这个餐厅呢可以说是排队非常的火爆，而且这里也完美的还原了80年代长沙市井的生活。然后大家看，现在你们的右手边就是明天你们会用到的伪装自己的道具，选择适合你们的，最能隐藏自己的，可以稍微试一下。哇哦，东东，我觉得你适合这个。光头吗？光头会不会太容易？我好想贴个胡子啊，我就想。我感觉你们一定要贴胡子，因为如果只戴假发的话，真的很明显。哇塞，一套一套弄到底。哇哦。Baby， 想和你相处，你的香味藏不住。I can't let you go。加一个组合，这是鸵鸟吗？有点70、80年代的感觉。哎呀，哎呀，好烦呀，好烦呀！那个不行，这不行。你们一定，我们来说一下啊，弟弟们，弟弟们，哎哎，我来说一下，说我们一定不能选那种太。它不符合哥，我明白的。我们刚刚就是那么玩一下，但是我们明天绝对不会这样搞的，你放心吧啊。哦，哎，这个有一种方法，就是我们混在他们的队伍里，保安的。但你要一会儿确定说下面是不是真实的有人在穿这个。对。杨哥，队长，我这样可以吗？还可以，好吧，可以。朋友们，陈学冬去哪儿了？对啊，陈学冬去哪儿了？金岛啊。陈学冬是不是以为现在就要藏起来，一直藏到明天？是不是？我们现在是不是已经找不到他了？不要过来。你是没认住我，是不是？太好了，太好了，不是特别好，特别好。好白呀！哎呀，我去，人家有三个人，有他吗？就没有他下面。可以借我？可以。怎么没有出来？明天其实他们不是单纯的躲，是乔装。他们还要对。乔装的意思是，他们可能换变成摄影师，他们可能变成服务员，对，可能变成假装在那拍照的游客。嗯。所以要注意，就我如果后面有神的人做任何事情，要停顿下来的时候，还是尽量贴墙溜边儿。黄花鱼知道吗？省着后面让人啪一拉我。好，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叫元气打气站。然后你们因为今天有一轮的胜利，有一个元气的能量包可以兑换。你身后现在有一个油桶和一个龙虾，你们可以内部探讨一下，到底选择油桶来伪装还是龙虾来伪装。我们要选其中一个的话，我会选，我只知道一个叫杨洋的，还一个叫迪迪，可以叫吗？他们要说你叫全名，只要说不能动，他就不能跑，不能跑。那他又动了呢？我们这追他们，那我还得那只能动用武力把他给干倒。啪一弄，从这人赶紧扔下去，啪啪，砰一拳，啪一拍，这不可能啊！这他跑这追那麻烦了。就小时候玩的捉迷藏是这样子啊，去找去抓干嘛？对，告诉你不好玩。现在已经到了社会了。到了社会是什么呀？俩字儿，江湖。哪怕是阴谋，我觉得都是老道的一种表现。真的是要体现出来哥哥跟弟弟的差别。只要我们玩得好看，
哪怕输了，我觉得都无所谓，只要抓得漂亮，是不是？输赢不重要，是不是？你跟孩子们较什么劲啊？来来来来。就做出自来卷的感觉。你只有一个任务，就是把我涂黑就行了。就是也是干净那种日系小男生，先贴胡子吧。潮大叔，抬头纹稍微重一点。你还要丑吧？嗯，还要丑是吧？我还要再老一点。我现在不适合待在这里，对不对？小朋友们他们在昨天吃饭的地方化妆了，好多化妆了都开始。嗯，因为他们要变装。嗯。这怎么咚咚的？看不到。元老，元老，快！这辆车好高端啊，我一直想在岳麓山骑行，上次就是下雨才没骑成。那正好啊，我们这次可以骑它去任务点啊。这能行吗？不会没电吗？雅迪 G5 是智能锂电电动车，续航时间长，动力强，仪表和 APP 都能查询里程和电量，还能查到车辆位置，超智能，电量满满，就算绕岳麓山几圈都不会没电。咱俩分工一下，两面包夹，还可以撕两个人。如果实在被发现，那就是今天别被他们拍到脸。啊，嘉哥已经看，嘉哥已经知道我变黑了。你就瞎晃悠，你就瞎晃，你晃了一早上，你就是去嘚瑟。我没有，我刚刚就出来了，走了吗？你电解质多了吧？你是今天精神好了，欠揍了是不是？你知道吗？我们要跟对人。蔡老师啊什么他没有那根筋反应过来说你变成保安那种。蔡老师怎么了？蔡老师可能但我明白你想比心，蔡老师他没有那根比心。蔡老师现在打了一个阿球。我不相信他们能再想起那三个人的名字和长相。那女孩子不好找，那女孩子吧，昨天妆太浓了。我把女孩子长那样的妆，王腾宇，江真宇，王晨毅，王晨宇啊，然后还有钱正豪，杨洋我知道，对，然后张学东，钱学东，陈学冬。我们今天就主要目的，刚开始先躲半小时，半小时之后看看出来晃，可以出来晃晃，观察观察。等他们累了，咱们抓紧时间反杀，咣咣咣，拍后背，把他们元气都给拍出来。我现在是一个40岁的男人，我已经带入这个角色了。哇、wow, 好像角色非常的重要，离不开我，但是又要小心我。随便跟我两分钟全抹黑。要黑到什么程度？像保安。哇，我真没看出来，你们太牛了。哥哥你看这些，他每一层、oh. 每一层的房间。说实话我真的也不太。他有很多犄角旮旯的地方，对，没不好找的。所有的小哥哥们，妥当准备。我觉得最好就是不要藏在那种就特别封闭的那种地方，因为你要被发现，你就没的地方跑了就。这个太空了，太像了，这个像吗？根本认不出来，是吗？哎，我们的人能不能多几个呢？我们主要是怕那些观众或者说冲出来，我们必须跟着你们。不是，他们绝对认不出我，绝对认不出我，不用跟着，不用跟着啊！赢是必须的。哇，他们都去哪儿了？我的伙伴们呢？就这样遗弃我了吗？但刚开始的时候，最好是我不被哥哥们发现，能躲多长时间躲多长时间，哥哥们来找我呀、啊。
在哪里要看你清楚啊。这个是涉嫌违规的，违章的。就即使你们过剩了也会有，但是你看不清。所有的小弟们，我们花五分钟准备。我以为说开始了，我天哪！那我现在换一个地方还来得及吗？很危险。好，来了，准备，注意座位。你往前，往前，往前。你也过来，你也过来，你也过来。嗨，江振宇。钱正浩。他们藏得很厉害。你早上跟他们一起藏的吗？没有，我就看他们，就是昨天试的时候，有几个我都没认出来。不是不错，真的这么厉害，完全没认出来。很厉害。没事。燕玲哥，燕玲哥，现在游戏是开始了吗？对，开始了。我离他们不到三米的距离。好的，他们出发了，你告诉他们的动向什么？我们在的是呢元气打气战，你们的队伍将有两个人可以拿到这个免反制金牌。今天你拿着它，不管怎么样你都不会出局。那你们可以商量一下，这两个人谁来用这个？我们昨天已经商量完了。对，这两个人。然后其他的人请看这个道具，全程要背着这个东西。这个怎么用？就是从上面这样拍下来，它就会一旦这个按钮开启了，就意味着你已经出局了。那万一不小心是摄像老师不小心拍给你，对，那也没有办法，那就只能你跟摄像老师去算账，实在是没办法。好，接下来。我好像被发现了，应该是蔡老师发现我，然后乐了他。你被发现了？好像是。你在哪儿呢？你在哪儿啊？我在五楼，五楼的一个小楼小阳台，你上来就能找到我。哎，你在那儿看我明显不？明显。再见。换位置吧，换位置吧。我觉得先就。不当摄像了，我们先找一房间躲着，然后在缩圈的时候我们再当摄像。还有就是各位哥哥们，游戏进行30分钟以后，每过10分钟会缩小一次躲藏范围。一个小时之内，如果寻找方将躲藏方全部找出，则寻找方获胜。如果时间到了，藏方还有至少一人未能找到，则躲藏方获胜。好，来，一二三，元气哥哥，满满元气，出发！是不是很大？很大，真的很大。你不分散的找，非常难，而且每个档口里面都可以有人。有点意思啊，这里面好像盗梦空间。是啊，你装饰了别人的梦。小心点啊，小心点啊。幺幺，哦，不行。厕所？这是男生还是女生啊？我是不是进错了？张振宇，接过，接过。接过接过接过。我觉得有中继站的地方其实是有危险的。那个谁，陈学冬不会潜水吗？走走走，啊，上应该不会这么近，我觉得。对对对，不会，他们在上面应该上来了。走，别慌别慌，这边这边这边，行为君子别慌，稳住。反杀，不用反杀，有机会就杀了他们。你看，身高像白有一个那个。跟上啊，跟上啊，这条街很难防的啊。有点麻烦。我要过来一点，你帮我挡着一点。他来，我就这样多靠着你们一点。我就跟你说，我就说，对。来来来，不要管他，不要说话。
哥哥们来了，好紧张。不要紧张，不要紧张。过去了吧。这么多人。嗨，好吃吗？开动。对不起，很美，我得找人，我得找。谁低着头，我就要看谁。你们别离开我太远啊！啊，我必须要看着你们。走走走，他像他不是，他像不是。王彦霖，王彦霖。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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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是不是不是这有有点像这有点对不起对不起我再赔你一个口罩这有点像是不是对走走走走上我真的是惊呆胡子都整掉了我以为他们还在吗走了走了是吧上二楼那边还冰冰王耀庆又来了这几年一出去就看了因为这我觉得这么多人里面也有一个戏来两个又来两个不要挡开不要挡还得伪装一下也是啊你说我们平时就这么聊聊天什么的对你就是这样聊天就正常也很正常是 Jesse 好不好嗨还有谁我以为是哎我以为他剪头发了嗯我不是 Justin哎，真的蛮像 ，Justin， 拍了，他再不承认，我就拿鞋拍他了。所以他到底是不是啊？是，带走了，抓到一个 Justin 了，我好难过 ，Justin， 你是第一个，我好难过，恭喜你。哎，这是我最爱喝的元气森林，我现在可以参加吗？你要想要喝它，需要完成我们的挑战。然后呢？元气森林苏打气泡水，只要不倒下，我不倒就可以带走。对，哇哇，挑战成功！这是我最爱喝的白桃味元气森林苏打气泡水，零糖、零脂、零卡，而且我最近健身的时候一直在喝它，喝它完全没有负担。再送你一份臭豆腐。哎，还有臭豆腐可以吃。不是这臭豆腐怎么这么辣呀？我也来一口。又解辣又解腻，好爽！完了 ，Justin 被发现了。我们一定要离远点啊！刚开始，先躲个半小时呢。半小时之后，看看出来晃，可以出来晃晃，观察观察。啊，好紧张。我们到时候如果说他真的过来了，就一起装粉丝吧，或者是怎么的？谁呀、啊？抓到一个他们。那么棒，那么棒，太好了，太好了，我们这边还没有。太棒了，太棒了，我们这边一点动静没有。姐妹们，我的装扮显眼吗？不显眼。真的吗？不显眼。
好紧张。哎哎，军哥，嗯，哎，那里边这个，那里边这个。哎呦我天哪！嗯，看到被藏的人了吗？这仨小弟藏得够深的。你好，你跟我说后边有人没？有没有藏人？有没有藏人？这，走，搜这个。他走过去了吗？对，走过去了。往右去。我看到了，我们知道粉丝，粉丝老师，但是他没有反杀他，就是为了让他抓到你。嗯。队长现在几楼？这是五楼了。哎，顺利躲过了。难不成我有可能成为最后王者？不仅让洋洋第一名，好吗？好，我们保护你到倒数第二名，好不好？好。队长，你们抓到人了没有？暂时还没有，但我们现在从五楼往下了。嗨，又来了。淡定。有人来了吗？淡定。吴奇隆来了，走。吴奇隆身上好像有那个东西，是不是没有认出你？吴奇隆背上有东西，你去把它给摘了，把它按了。他在哪？他在那边。他太容那个龙哥太容易那个了，我们就保安跟着你一块儿，你就默默地走过去就好了，把他按掉。一个人吗？对，按掉你再逃回去刚才的那地方，因为他们俩现在分开了，现在在这右边。我在这儿，先别去。这里人多，因为他一旦跟王耀庆会合就不要去，王耀庆身上没有那个黑的东西。来了，就在这儿，就把他那个按掉。等一下，然后往后走一点，往里面走一点。往那边走。要叫人了，往那边走。在哪？在你后面，吴奇隆，在你后面，身后。蒋振宇，出来！王一晨死了！王神医，别跑！不能动！你别看了，我见完了。我们抓了三个了，还有五个。我们抓了三个，但是那个四爷阵亡了。哎，那个龙哥呢？龙哥先去六楼了。对，他已经被拍了。那就一个人跟一个，对吧？分开扫。你跟那个谁？对，那个左菜。那我们、啊，我们怎么样？我们管他的，找。你护着我是吧？你又免死是吧？对。那行。从哪上的？应该从那边抽信对吧？你得护着我，我在前面。你开始给我摁了。那边我们去过了。
走吧。他不保护我，耀庆，你出来，你得保护我啊！明天其实他们不是单纯的懂，也有可能变成因为他们要来扯我们的那个。他们可能变成服务员，对。他可能假装自己是桌子也可以，趴在桌子下面。可能是个桌子。走，你在前面，你在前面，没关系，大胆的扫。我知道，我知道。你跟我近一点啊，小心点啊，小心点啊，小心，小心，小心啊。挺好的。这不一样。这是舞台，是不是后台？对不对？对，这是后台。小心。队长，队长，你们抓到人了没有？暂时还没有，但我们现在从五楼往下了。走吧。好，走。应该不会在那个角落啊。我请慢一步。我来。绝对碰头，小心啊！我来。钱正浩，厉害！钱正浩，高大一个，钱正浩已经被捕，打扫卫生的。我是看着你头发那么秃，我说这阿姨怎么可能？哇，好，出局，走。一换一值了，一换一没有，我换了三个，我一共换了三个，你们怎么都被发现了？刚开始都蒙混过关了，但是就是侯老师眼睛太毒了。哎，保安，我看看啊，那俩保安看了吗？过来，那俩保安呢？小心啊，军哥，不能离太远啊！我看了。小心，过来，快，跟着一点。好了，没事，都不一样。我觉得是不是咱们工作人员有没有可能呢？通常这个动作什么的，有什么整齐划一的那种感觉吗？没有，很自然的。你看我这个状态现在行不行？行，大姐好，那我放松。对。这样放松吗？这样。对。别吓了，小心点，他们在摘保安的口罩。摘保安？对。怎么那么快？这走了，离哥哥队要稍微远一点的距离，往回走。走，我们往下。是在这儿吗？往下，从这儿往下。你们始终在我保持在我前面啊，好不好？来，让。我们已经把龙哥给弄掉了，我们损失了两位队友，然后王耀庆他身上没有背包的，他们都在四楼，王耀庆一个人在二楼。
兄弟们，你们那个千万稳着点。哎，王元庆没有背包，他们都下来了，你先走开。能拍就拍呀，能拍就拍呀，他们下楼了啊，他们下楼了，都下来了，都下来了，往下走。下面应该是个重点区域。嗯。那现在问题就是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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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你们往旁边走一点。让一下啊，让一下。我们要走一走，我们走在他前面就比较好。有一种预感就在附近，朋友们。哎，那个节目组呢？那个是马上这机位的话，还是在大厅啊？我问一下，现在多少？还剩多少？现在已经进行17分钟了。已经进行17分钟了。来来来，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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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早着呢。对，就是这样子。对对。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不要坐这里啊。陈学冬，陈学冬，好，我抓到一个蔡老师啊，他没有那个经反应过来说，就变成保安那种。哎，你太牛了，我真找不着你，跟幽灵似的，根本找不着。他们绝对认不出我，绝对认不出我。王振义，王振义，别跑！蒋振宇，出来！陈学冬，陈学冬，我失败了，竟然是你！我就盯着你眼睛才认出你来的。现在还有三个人：杨洋、王鹤棣、王彦霖。是确定还剩三个吗？确定，确定，确定。能把他们干了，就直接先解决了吧。兄弟们，你们那个千万稳着点，先保住自己，好吧？我们一定要离远点啊！哎，你小心，国庆老师非常厉害，他把我弄死了，所以我觉得就保安躲着来了。哎，我想问一下，我们拍的话。拍完就走就没事是吧？拍完就走，就这。你们要怎么呢？一群保安围过去以后，拍完你就赶紧走，他们就认不出来你是谁。但是现在还有谁？现在除了你和弟弟，都没了。王彦霖。不行，那你不能再去冒险了，赶紧躲起来。还有谁？没人了。啊、嗯。所以我现在要躲。所以现在就是要躲。所以我现在要躲了。往那边走。观察他们，观察他们。咱们可以跟在后面啊，我们可以跟在后面巡逻吗？跟在后面。往下走，往下走，别看他们。快点快点快点，快走快走。现在我们队已经有几个人被淘汰了，所以呢，我们现在能不被发现就不被发现。啊？咋的？这样说瞎话是吧？说瞎话。
太难了。龙哥要干嘛？是你在干嘛？我在监控室的时候，是或者打电话，可疑人物在几层，在哪里？不是去啥找人，我们是有安排，有智慧的去做，碾压式的降维打击。不可以，龙哥不可以这样子哦。又没有说这个不行，这样不行，这样他全部都那个了。哼，不会了，我不说，我也不拍，我打电话行吗？哥，工作人员衣服的。现在倒计时还有30分钟，四层已经关闭。四楼关闭了，你们往下，我们往上。好，我们去5楼。开始缩圈了，去一层。快呀，哥哥们！时间不多了，哥哥们。我现在想办法怎么能下去，那边能通吗？通不了，你等会儿。他们上到5楼6楼了。我在2楼的大厅有一台摄像，固定摄像的那个地方。哎，阿姨。阿姨你好，现在能点菜不？来两碗猪油拌饭，来四碗猪油拌饭。有好吃的回锅肉。现在我们队已经有几个人被淘汰了，所以呢我们现在能不被发现就不被发现。我现在又去利用一下我们的那个特殊道具。我跟你讲，能拍就拍，可以帮我们藏住的那个。拍了没用，他们有2个人你是拍不了的，免死金牌。对啊，其他的都没拍。我们现在能躲还是再躲一会儿，我要去找我的道具。哎，油箱桶，那个信箱桶呢？可以利用，赶紧找一下信箱桶在哪。节目组给我们这个，我们是可以利用的，这个对我们一定是有帮助的。没有，这不是。走，信箱桶在哪？这我没找着。是啊。吃，那是哪儿？那么多人看哪儿了？你看，有人追出来。等一下，现在他们得追谁？得追保安。别看我，保安，走，下去，很有可能是保安。走。OK。注意点保安啊！这个人。哎，回来！杨洋！啊！怎么发现我的？应该谢谢他们。啊，杨洋被逮到了。Oh no！你不能，你是怎么暴露的？你是停在那儿了是吧？我停在那儿，正准备给你们发信息，说我们那个信息桶你没有看见吗？结果我一抬头，就被发现了。嘉哥和军哥正好对上眼神，对上眼了就。对，这个。哎，剩两个了，分开吧，哥哥们。现在4层和5层已经关闭。10分钟过去了吗？王军哥啊，我们往下吧，门都关了。4楼关闭，只剩下1、2、3楼，对吧？现在能拍就拍了啊，能拍就拍了，要不越缩越小，对咱们越不利了。现在来跟我汇合，我点了吃的，咱们俩在这儿吃点，我看看也挺好的，赶紧来。然后我这儿点了4份猪油拌饭，一个回锅肉，一个大片冬瓜，然后热拌腰花。哎，你赶紧过来吃点啊，大中午的也得饿了。哎，柯蒂他这样坐在那儿不行，太明显了，感觉是。我们
刚才去那儿了，楼上都关了，这儿呢，这一层呢。那我，你从这儿，我再这么兜一圈。对对对，还有那个什么什么那个是啊，一二三三二一，一二三四五六七，还有谁？二王。还是搜同样打扮的人，刚刚杨洋也是报案。是的。没有了，这边。走，下吧。还差谁？就差一个王艳。两个人吗？现在是不是剩弟弟跟艳玲？我们在发现那个秦旭东的那个门口，我们也过来汇合啊。燕玲哥，你在哪儿呢？我现在在三楼。你在哪里？我们又被盯上了，我又被盯上了。现在我看见军哥过来了。去那边，我们去过了。那边扫过了呀。再来一遍，要不要再来一遍？走，对，抓紧。别录我！别录我！完了！嘉哥有一点像往那个地方走了。反正就只有两个了，弟弟跟王艳了。走，上去。对，上。完了，到了。弟弟，对，弟弟 ，OK，我就看着他这种，对，王鹤棣，剩一个了，王鹤棣也被抓到了，对，抓到了，只有王艳玲一个人了，现在还有多少时间？现在还有15分钟倒计时，哥哥们，现在拼了。王鹤棣被我们抓住了啊！我们回来了。我觉得他们现在不会轻易的出来按钮，只会把自己藏得更好。所以说，快！王艳玲，站住！抓住他！王艳玲，站住！他在哪儿？可以啊，有点帅啊！哦，摁了！哦，给摁了！我天！哎，收工。收工吃饭。哎，他穿什么衣服？黑的，带着摄影棒。肯定往上，不用管了。黑的带着摄影棒。往上走。往上就是四楼，已经关闭了。
时10分钟，目前通知楼层2楼。拍了他们，走。关闭二楼了，哎，他们关闭二楼了。哎，军哥，来吃点吧。不用了。来吃点吧。哎，同志们，搜3楼。元气满满的哥哥官方合作伙伴雅迪，雅迪更高端的电动车，元气森林苏打气泡水，元气满满的哥哥，待会儿见。元气森林苏打气泡水，元气满满的哥哥，现在继续。这里是由元气森林苏打气泡水冠名播出的元气满满的哥哥，零糖零脂零卡，就喝元气森林苏打气泡水。哎，他背着灰咖啡色的包，来，现在在一楼，现在在一楼，赶紧下来！就现在在一楼，赶紧下来，快快快！哇，现在就剩他们俩了，对啊，免死金牌，对，快找！你在哪里？你在哪里？王耀庆，你在哪里？王耀庆，你在哪里？哎，这层楼是4层。哇哇，我还可以拍手。我想一下啊。倒计时5分钟。他刚刚从3楼去4楼的时候就已经出局了。捉迷藏倒计时5分钟。卡个急的呀。王耀庆，在哪里？你好，点个菜。你告诉我还拍谁？我现在去拍人。没了的，不用拍了。全拍完了。结束了，你在这儿等着，5分钟过就结束了。就我们赢了是吧？你稳住就赢了。倒计时3分钟。完了完了完了，王彦霖快走啊快走啊，王彦霖。王彦霖快走，王彦霖快走。要什么？要个10份猪油拌饭吧。上上上。王彦霖快走。上。动起来走。王彦。王彦霖，王彦霖，不能跑了，王彦霖，王彦霖，抓完抓完，王彦，抓到了，哇，我最后一分，啊，差一点儿，跑，啊，跑，让你跑，啊。算了算了算了，跑！啊！吃什么？啊！昨天剩的，我也要，我也要。好，回来了，回来了。Hero！ 哇！最后，哇！你就差那1分钟、2分钟，干嘛要换？来，首先恭喜大哥哥队获胜，恭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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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恭喜
我要投上这个节目的那个孵化老师。怎么了？军哥他们走进那一瞬间，真的是那一瞬间胡子掉了。然后我就只能我自己手捂着我的胡子。他出去的时候，我哥说贾斯汀，然后我就说，哎，有点像哎。我还跟他玩了一次，我也说贾斯汀，他这样子。耀庆老师只有眼睛是机灵的，眼睛以上的那一部分里边不机灵啊。贾斯汀，万岁！现在在一楼，赶紧下来。哎，这层楼是四层。今天蔡老师是被谁拍出局的？燕玲啊。然后军儿哥是被谁拍出局的？那个也是王燕玲。好的，我天哪！哎哎！王燕玲，王燕玲站住！有策略，有战术，非常棒。不错不错不错。元气哥哥，满满元气。在我们前方有一辆大车。还有一辆小车，我们哥哥队登上大车，可以去休息。哇，冷气好足啊，太舒服了。不管怎么样，还是要面临一个非常残酷的问题，我们必须要选一个人，他在下一期不能参赛，包括捉迷藏。队长做决定。我觉得我做游戏的时候，我觉得那一刻我松了，放松警惕的这一刻是我的疏忽，我觉得是不应该发生在一个这样的人的身上的。你该不会是我不在，你就想把自己关起来吧？别这样，你们上吧。我这里年纪最大，弟弟们发扬光辉，真的。我是觉得啊，我们这个队伍。杨队肯定不能走，学东哥也是非常有作用，弟弟呢不用说了，特别有活力。然后呢，燕玲哥他今天也撑到最后，是我们今天的 MVP， 所以我就觉得无论怎么样都是要让我去。对，真的是哥，你选谁都行。这个选择真的很难，听队长安排。对，听队长安排。我觉得大家说的很对，这个队伍既然我是队长，我觉得我需要带领我的队员们。继续去好好的，我们去拼，去赢。所以我做选择了，我会选择小贾。就是按照今天捉迷藏的这样的一个被淘汰的顺序，我觉得对于每个人都会公平一些。停赛哥哥，第一次当哥哥。我是停赛哥。你的专属货架在等待着你。如果万一连坐了的话，你不会怪我们吧？你别吓他了好不好？就算不赢也会找个人换你出来。你要相信我们这些哥哥。拍个照片了，俩保安站前面。激发了我内心的小野兽，等着我们赢回来。好，哥哥们，拜拜。慢点，拜拜。没我的日子里，你要好好照顾自己。哇，这个画面好感人。还在那儿，兄弟们，保重！提醒您下期看点。抢！好，请答。答什么？我想去洗澡，快点！听我说嘛，我不想听。我们弟弟们其实就特别开心跟哥哥一块玩。我们也喜欢跟您在一块，因为平时就没有人喜欢跟我们在一块。
趁这现在就决定一下呗。你们是攻还是守呗？我是觉得从哪儿跌倒得从哪儿爬起来。那是弹弓啊，我们三个人可能力气会不够。大家别压着，别压着，哥来这边停，别潜。不，我说了别潜。那距离是可以的，我给你们施个魔法。不要，去他们那儿施魔法。在他们眼里你是扫把星啊。我知道你们一定会选我的，对吧？没有，我们真的把你给撕掉了。行，可以，没事，没关系。如果我们能够事先知道元气包的那个内容，今天如果告诉我们，我觉得以后我们还好。有条后路是吗？好，大不了我就回去你们那。是的。我可以打个电话，我没问题，我可以打个电话。我打。进来。喂，弟弟啊，其他空投枪有什么用吗？